风云三号 E 星瞄准气象卫星国际先进水平，用于获取海面风场、云辐射等气象参数，监测全球冰雪覆盖和海面温度，监测自然灾害、生态与环境，开展太阳、空间环境及其效应的研究等。测量雷达是风云三号 E 星新增的探测仪器，同时也是风云卫星家族中首次携带的主动探测雷达。相比以往的海洋风场测量，探测方式呢从单频段提升为双频段，风场测量范围和精度呢提升超过15%。